好，欢迎收睇巴士模型介绍，我是 Mark 高青，我今次就会介绍呢一架300号巴士模型。呢个就是丹尼士三叉戟12米的模型啦。由于它是呢个1998年度出的模型啦，是狗仔出的 ，Coral 系啦，所以就有条柱喺呢度嘅。唔好介意啊！首先就系车头啦，300号去太子地铁站，300号系一条特别线嚟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等先。系啦，有嗱呢度有个好完整嘅丹尼士 logo 喺度 ，Titan 都有嘅水牌喺度啦，有把 logo。唔知好似由於係嗰個九巴嗰個廠，由於九巴佢訂咗嗰陣訂咗嗰部三叉戟啦，所以就就講住朋友咧就冇再好似而家後期版呢度黑色嘅，即係呢個位啦，呢個位黑色啦，同埋呢個位車牌係 HV8230 啦，呢個係車頭，左邊車身。同埋佢個車鈴係冇拎蓋嘅，冇而家嗰啲卡士工程出嘅咁好啦。車尾跟住呢度車頂左邊小心。HV8230係300號啲齊曬嘅，啲水擺喺度嘅。跟住同埋我介紹另外一架，我有兩架嘅，呢個係啦，由於係二手買翻嚟啦，有少少裂咗，我就印咗少少貼紙上去餅藥膏黐翻嚟佢啦。我仲有介紹另外一架嘅，跟住呢架啦，呢架係一模一樣嘅，其實佢哋原本，只不過就做咗少少手術啦。其實左邊。系啦，112大家見到咯。呢個油翻嘅呢個打燈掣同埋呢個門掣嗰個蓋都油翻嘅。跟住我黐翻油翻黑色啦，呢度112係咯黑色，保都唔係幾靚。跟住呢度咧，我特登揾個麗材。LKL 大家看不到先，我可能我再放一放大俾大家看下啦。L 啦 ，HV8230 啦，系啦 ，L 厂标志，跟住左边车身唔一样，其实佢都系一二啦，冇嗰车牌，高少少嘅啫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收睇巴士文介绍，拜拜。